我越嚟越覺得佢哋係人扮噶，佢哋嗰啲動作係人嘅眼神望住你，然之後仲要揮手喂我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嗱，你睇下佢。在北海道，我哋成日都会见到熊出没注意呢个牌，但系嚟到超和新山呢个熊牧场咧，我觉得是熊出没注意，其实都不用特别注意佢哋噶啦，因为呢度有60多只棕熊，嗱嗰边有 BB 熊区，嗰边有成熊区，嗰边有一扎熊，而佢哋嘅早餐我已经准备好啦，我哋而家去见熊。你看到这一区这些是整个熊牧场年纪最大的棕熊来的，它写着是9岁以上全部都是男仔，所以它们接零食的能力也是整个熊牧场最高的，它还要写到明说你这里可以练习到它们的 nice catch。 我现在试一试先，来喂吃东西啦， nice catch。 我越来越觉得它们是人扮的，它们的动作是首先它会坐在这里用我人的眼神望住你，然之后仲要挥手喂我啊，见唔见到啊？嗱，你睇下佢，嗱又嚟啦，好得意佢。探完啲大熊，记住嚟呢边探埋嗰啲小熊，佢哋真系 B B 嚟嘅，佢哋初生嘅棕熊嚟噶，所以佢哋咧嗰啲眼神系再纯真啲啦，同埋就算佢企起身咧，都好似个人仔咁样蹬下蹬下咁样行。但系我觉得系 O K， 因为平时如果我哋喺北海道你揸车，你谂下。即係突然間喺深山度見到一隻熊，你掉頭走噶嘛？你唔會諗住餵佢噶嘛？但係呢度你就可以好近距離觀察到啲熊仔嘅生態。好啦，去完熊牧場之後咧，唔好即刻走，記住望埋你眼前呢、這個哒哒哒哒哒哒呢個超和新山咧，係日本國家特別天然紀念物嚟嘅。點樣特別法呢？其實就係80年前咧，嗰邊嗰座有珠火山噴發，呢度咧突然之間就形成咗呢個寄生火山啦。佢係2年之間由平地卜就變咗咗呢個超和新山啦。係咪好特別？係咪覺得大自然真係相當之神奇呢？嚟登別呢個 Marine Park 咧，有個地方一定唔可以漏咗唔去嘅，就係呢一個啦，有10000條沙甸魚嘅銀河水槽。嘅重头环节啦，企好巡游嘅时间，好得意啊！两大两细啊，今日喂唔得，影相先。喂，估唔到睇呢个企鹅巡游最大嘅娱乐，竟然系睇呢个企鹅姐 Ellie 演出，佢为大家表演 Prison Break。系，呢度制嘛 ，thank you。我呢个好劲啊！呢间酒店除咗有好多啱小朋友打卡嘅地方啦，有嗰啲恐龙仔俾你玩啦，有得浸温泉之外咧，佢仲不定期咧有呢啲充满住传统感觉嘅俾你玩下嘅。呢个咧啱啱就系职人帮我整咗呢一个仪式宫，即系咧嗰啲日本
用慢慢捏出嚟嗰啲糖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帶咗圍菌嘅熊仔，上邊嘅眼同埋個嘴係我畫嘅，平時係佢畫嘅，但佢話俾我試，出到嚟咪出咗事咯。呢、這個你中意就攞去食啦，唔中意嘅話攞個膠袋裝住佢，拎翻去送俾小朋友都 OK 嘅。